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，如果你不控制力量，就会被力量控制。我绝对不会忘记。我会在港口统领办公室等你。我打过的仗比你吃过的饭还多，祝你一帆风顺。朵莉安·艾特瓦特，你还在我父亲麾下担任卫兵时，艾特瓦特的船是最精良的。海军总帅，好久以前的事了，我的确对这个姓氏有印象。有屁快放，解散。我会帮你找找看，不过万一这位神秘的造船匠不愿意帮你怎么办？我这边有封信，建议你带在身上，必要时可以用来说服对方。遵命，海军总帅。勇士，所有船舰都是在斯陀松恩打造的，我们从那里着手。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。我这身老骨头渴望战斗。你需要什么？荣耀指引你。你到处打听一下，我去问问旅店老板。老巴克记得每一个旅客。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我们会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以前的日子单纯多了，大海赐予你恩惠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要永远看向大海。你是外地人，对吧？每条路都难免有水坑。以前的日子单纯多了，大海赐予你恩惠。你是外地人，对吧？每条路都难免有水坑。你是外地人，对吧？哎，航行顺利。有事要报告吗？
别暴露弱点。这里充斥着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，不过搜查范围缩小了。你去王桃村找出那座农场。我得回去我的岗位了，祝你好运，信要收好。你好啊，有需要的话尽管来找我。我当然不是啊，那是我太太，她在里面。跟你说，我的耳朵非常好。你在找造船家？可惜呀，我退休了。好好，我在听。小宝贝，对这位朋友温柔一点。飓风在庭院那边，别担心，它不像名字那么狂野，没那么可怕。萨尔，我的工具摆哪去了？哦，这座山谷最可爱的小马是谁呀？当然是你。小宝贝，对这位朋友温柔一点。有事就快说吧。浪潮接引我。我需要靠近你。快点，有话就说。就这样。好了，大家去开条路出来。祝你安好，祝你。梅娜，你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。各位，只要来帮我，每个人都有一堆钱拿，还有酒喝。有话快说，快走开。你说的，好像他们不肯工作一样。认真做才有钱拿。无
要紧张。认真做才有钱拿。嗯，很好，跟我走。拜托，我没办法拎着你又扛木材呀。很好，跟我走。萨尔就在这条小径等我们，路应该不会太陡。你听到了吗？好深渊呐，我实在不喜欢这片森林。祝你安好。亲爱的，你来了。那些臭石头有乖乖听话吗？老师说他们帮了大忙。哎，对了，亲爱的，萨尔怎么了？是说这批木材好像受到诅咒。好好，我在听。就这样。这里很少见到陌生人，烂掉的谷子也可能再长出来。Thank you.
我无法攻击那个目标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亚罗姆之地的人把采矿机器修好了，用这台部落做的机器来对抗他们吧。我没有目标，我们都管好自己的事就好。这里被诅咒了，愿灾祸降临在女巫身上。请说明来意。千万不要插手女巫的事。有听到什么风声吗？稳定向前，别靠近我。那路人看到陌生人都要小心。
该向黑暗反击。你带过来的这股力量会对生命造成严重影响，关键在我们身上。大地相当慷慨，也很强大，他的心脏就在我们脚下跳动着。世界平衡不易改变。但是有死的地方，我需要目标，就有生。这是必然的循环，就像大海必定辽阔一样。没有生物能长久抵抗，消失吧，邪恶魔法！我没有目标。啊，生命循环回归正常。我的智慧只分享给勇敢的人。有时我把容器中的孵化能量抽出来了，给予者会前往斯陀颂恩，着手净化你们的木材。今天就会完工，你别碍手碍脚，就可以更快了。这么快？怎么可能办到？海军总帅，这是我的商业机密，我不会泄露的。女士，她只是害羞而已了。要不要一面喝杯温暖的热牛奶，一面等候呢？嗯，好，谢谢。接下来的路会充满艰辛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我会为先父带来荣耀。啊，对，我刚正在思考他提的那件事。我心底是有几个人选，不过有些人可能不好说服。没有浪潮贤者的话就无法出航。派克修士目前人在波拉勒斯，我心中的浪潮贤者首选是他。至于主炮手，除了塔伦福德中尉，不做第二人想。他现在应该驻扎在守望山丘。到一挺钢哨和我碰面，我们会在那里找齐剩下的船员。我们心中成型，要永远看向大海。我已经太久没有出海了，浪潮贤者的名声被破坏了，但或许我有机会能挽回。再说我怎么能够拒绝海军总帅弟弟的要求呢？喂，祝你一帆风顺。祝你安好。我还没见过杀不了的海怪，
准备好要干点正经事再跟我说。你刚刚说要我干嘛来着？我知道听起来很难相信，不过我真的需要一名值得信赖的大副，这个角色非你莫属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听你的？我可是船长，义挺队是我的船员。他们一样会是你的船员，我要请你们所有人上船，扬起联盟的旗帜，一起出海。联盟？那是不是有机会教训部落一顿？这个嘛，应该会，没错。下次先讲这句不就没事了吗，船长？哈，太棒了，再也没有更适合的人选，快收拾一下跟我走。我还想说服另一个人，跟所有人谈过之后到雾潮机会所找我。只要你说得出有谁更适合当船务长，我就放弃。你说要顶尖人才，你自己就是。有事就快说吧。就这样吧，我已经退休了。你造出这么棒的船，居然不想搭着它出海看一看？这艘船真的很漂亮。知不知道放弃两个字怎么写？不知道。亲爱的，家里我来顾就好，你就出海冒险去吧。好吧，你敢把船刮花，我绝对会碎碎念个不停。你找海洋之女有什么事？不要轻易相信。每一艘伟大的船舰都有响亮的名字，有什么好建议？安都因之怒让部落吓得屁滚尿流。我觉得黎明水手号挺不错的。联盟的象征是狮子，就叫狮心号如何？地分之歌。母亲，这名字很美。英雄，这些名字都不错，就交给你决定了。真正的战斗即将到来。安度因之怒，选得不错。派克修士，由你来进行仪式好吗？我们来完成仪式吧。风暴在上，浪潮在下，请听吾等祈愿，为吾等航行注入力量，守护吾辈越过滔天巨浪，将这艘船和吾等船员与浩瀚海洋融为一体。海归海，风归风，潮水归潮水。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了。我们都有挥之不去的过往。
你要我到港口来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，这真是太厉害了。库尔提拉斯和联盟曾经拥有深厚的友谊，现在我们两边的人民会携手重拾这样的情谊。海军总帅，我想不出有什么更让人惊叹。名字取好了吗？安杜因之怒。这名字真是强而有力，愿敌人一见到船就退避三舍。这艘船和所属船员代表了库尔提拉斯，全都听你号令。感谢你，欢迎你们加入联盟这个大家庭。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，